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华珍。我觉得信仰对我的创作最大的影响的第一点，就是因为认识这位神，我能够认识自己。因为认识自己的价值，我知道他珍惜我，让我不需要透过一些风格化去表现我自己是谁，这让我觉得我是自由的。回到神里面之后，绘画或是做作品这件事情，不再是我个人的情绪的抒发，也不再是我个人的一些内在的想法的表现而已，而是它，我渐渐能够体会到，它是一个很伟大的礼物，也是一份神圣的呼召。它让我在做作品的过程当中，经历神也认识自己，并且能够在人的有限里面经历神的无限。